历史的传承，自然的馈赠，给如今的西洋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以大寨精神为代表的勤劳奋进的西洋人更加注重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以打造阳泉后花园为着力点，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公开向社会招商，诚邀各界有识之士投资加盟，共同开发挖掘本地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共建活力西洋魅力之乡，打造山西好风光。招商单位：西洋县旅游局，招商电话：0354-4326-370。这首名为《送闺女》的歌曲讲述的是民国25年的故事，一个漂亮的姑娘和小伙恋爱了，但是在当时父母包办婚姻的大环境下，父母做主把姑娘远嫁到了他方，小伙子就为心爱的姑娘创作了这首歌曲。后来姑娘在自己的丈夫去世后又回到了老家，和这个深爱她且一直未娶妻的小伙子生活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美丽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美丽的故事必然会发生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我们顾不上认真地欣赏沿途的美好风景，就赶紧驾车来到了这个牵动我们心弦的村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美丽之旅的目的地——水墨头。美丽之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周丽。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西洋县的水墨头，现在呢，我已经在这个水墨头的入口处了哈。大家可以看啊，通过这个石龙关进去以后呢，就是水墨头了。那现在呢，我已经听到了这个潺潺的流水声，心情呢真的是无比的激动。我觉得呢，里面应该会别有一番洞天。刚到水墨头的入口处，我们就感受到了些许的清凉。旁边的这条河流叫做松溪河，不能说是惊涛骇浪，但也称得上浩浩荡荡。哇，大家看这水声！穿过这个石龙关，就进入到了水墨头。看着眼前豁然开朗的景象，让我们不由得沉寂在这美景当中。真的是不出我所料啊，这里果然是别有一番洞天。大家看，在蓝天映衬下的青山绿水，是不是显得格外的壮观呢？我真心觉得啊，这里是大好河山无限好。哎，我觉得这里特别像桂林。哎，对，就是桂林。有没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呢？入得洞来，映入眼帘的就是水墨头的山水之景。看到此番景象，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关于山水的词语，山环水绕，山明水秀，这些都足以描写如此美景。在这青山绿水下，有游人垂钓，有游人烧烤，当然还有游人戏水。这条河呢是松溪河的下游，那我们来到水墨头以后呢，一定要来这条河上划一划船。当小船飘荡在水面上，看着眼前的青山绿水呢，真的感觉这里就像江南水乡一样。再看着这波光粼粼的河面哈，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到底是船在动还是水在游。在吹着微微的凉风，感觉特别特别的惬意。身处如此惬意的山水之景当中，给人一种无限遐想的感觉。被苍峻的山包围着，犹如被一双绿色的手掌呵护着。在水墨头，除了环山绿水之外，这里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水墨。
水墨头呢，在很久之前叫做白水庄，可是后来为什么改名叫水墨头了呢？这是因为当人们还在用人和牲畜推磨的时候呢，当地聪明的村民就利用天赐的自然条件泉水，发明了水力推磨。那四周的百姓呢，就慕名而来，来这里用水磨磨面，久而久之呢，就被人们称作为水墨头。那我身后呢，就是一个水磨了，它的下方呢，有一个涡轮的装置，利用山上的泉水带动涡轮装置，从而使得磨盘转动。那这种生产方式呢，距今已经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水磨头坐落于太行群峰松溪河畔，最早叫白水庄，历史上因有飞廉瀑布故得此名。而后因解放初期建起全县唯一的水磨而更名水磨头。曾经十里八乡的乡亲都来这里磨面，那时候想要来这里必须翻越水磨头的高山，走过蜿蜒曲折的山路。后来为了方便四面八方的客人，这里的村民在村领导的带领下用7年的时间打开了石龙关，也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水磨头入口处的关口。这就是水磨头人的精神，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永不言弃。现在的水磨头的水磨虽然已经不再有昨日的辉煌，但是这里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集山水风光景色、山村农家乐、渔乡风情为一体的休闲体验旅游度假景区。水磨头呢，还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度假村。在这里呢，你不光可以欣赏到美景，还可以吃到很多很多好吃的。在我们游玩过后想要休息一下，吃点美食犒劳一下自己的时候呢，这里就有很多很多的农家乐在等着我们。在农家乐里，你可以吃到当地的一些美食，比如说西阳最有名的煎饼啦、笨鸡蛋啦，还有野菜啦等等等等。如果您想在这儿居住的话呢，农家乐还会为您提供窑洞，窑洞可是冬暖夏凉的哦。夏天您不用担心被热着，冬天不用担心被冻着，这样的生活你是不是很想要呢？说到当地美食，我们的周丽估计也饿了，她兴冲冲地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好地方。我现在呢在水磨头最大的渔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两头全都是，光这鱼池就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数不清了哈。那我现在呢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儿，那就是准备我中午的午餐，捞鱼去啦。这就是水磨头最大的一个渔场了，一排排阶梯状的养鱼池里游弋着黑色黄色的鳟鱼和中华鲟，每个池塘都通过石雕的龙嘴将泉水一层层流下注入池中。这活水养的鱼只需白水一煮，加点盐，搁点香菜，就鲜嫩无比了。好多周边的朋友都慕名来这里吃鱼买鱼，所以我们的周丽来到这里也迫不及待地想尝尝这美味的鱼了。朋友们，吃鱼啦！啊，好香呀！我跟大家说啊，如果你来到水磨头呢，不吃这里的鱼，绝对就等于白来了哈。因为咱们水磨头呢是山西的鱼乡，这里主要盛产红鳟鱼和鲟鱼两种鱼，非常非常的好吃。咱们这里的鱼呢，都是当地的农民亲自养殖的，来了以后呢，现捉现吃，绝对绝对的纯天然，非常值得一尝哦。这种鱼呢，在做的时候就不需要加任何的佐料，味道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鲜美了，很好吃。在品尝鲜嫩可口的鱼时，我们还可以尝一尝这里的农家菜，自制猪头肉、野菜、笨鸡蛋，还有当地有名的煎饼，都能在这个虽然不豪华，但是干干净净的农家饭馆里品尝到。像这样的农家饭馆，全村有大大小小十几个，
在这里，纯天然的鱼和清丽可口的农家菜一定会成为你再来的绝佳理由。你觉得这个鱼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啊。味道香。味道香。有点辣。有点辣。看过了美景，吃过了美食，水墨头的形象在我们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春来鸟语花香观农耕，夏临青山秀水荡轻舟，秋至满山红叶寄乡情，冬到冷泉垂钓赏荷草。这就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水墨头。今天带大家来到夕阳的水墨头呢，让我欣赏到了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美景，品尝到了最纯天然的美食，也让我感受到了当地淳朴的民风，真的是让我过了一天回归到本真的生活。那么电视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应该像我一样放下繁忙的工作，来这里放松一下心情，寻找最真的自己呢？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魅力夕阳美丽之旅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周丽，朋友们再见。水墨头那山嘞，水墨头那水，水墨头这风景啥样啥才美。山有那路嘞，水有情，池里头都养着是桩花熊，黄种鱼。